到了哇，这个古装打扮，这是咱的八仙会哈、哦，来，有请我们所有的八仙。先几句哈，有我们瑶池金虎呢，的蟠桃会哈，很多人呢也都应该都有知道哈。来，这是咱的牛耍哈，来，咱的牛耍也很特别哦，咱的三轮车，这个应该是三轮车吧哈，三轮车呢，咱的牛耍哦。然后后面这一台也很重要，这一台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这一。